人心海底针，你的另一半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常常莫名其妙惹恼女朋友呢？你是不是永远不懂女友在想什么呢？铁板烧，不想吃。炸酱面，没创意。馄饨面呢？不喜欢。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啊，你看到这包啊，好看哦。喜欢吗？蛮喜欢的。生日买给你吧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干嘛呀、啊，破费。那算了。你站这张纸，这句很好看吗？那好吧，就买这些好了。干嘛？不要，花那个钱，我明天才过生日的啦。那好吧，算了。你正为了女友在想什么而苦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哥乐的代班，大哥乐哥，爱爱，冤家哦，帮大家解决爱情的疑难杂症。到一楼，他就变成炸了的事，不好笑。因为哦，不需要钱，哦，这样屌的啦。哦，你有人写情书给你，你就接受吗？这不是情书，这是观众的来信。你怎么不早讲啊？不好意思，亲爱的，哦，就是你口中的爱情的屌丝。虽然我有女朋友，但她常常抱怨我不懂她，我不了解她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俗称宝贝啊，感情越来越雾。希望你可以教教我该怎么办，谢谢。没错，再问我就对了，因为我女朋友也常常那个，所以我举几个例子。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自古以来，要读懂女人的心就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你知道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性有多大吗？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张购物路线图。如果今天一男一女要去同一间商店的话，通常这是男生的路线，而这是女生逛街的路线。没错，一样是去同一个地方，但因为男女个性的差异，却导致路线上的不同。而当男生与女生见面时，对对方第一眼印象的想法也有所不同哦。这是中国知名两性网站所统计，女性在初次见面时，第一眼会先看对方的部分。而这是男生第一眼会先注意到的部分。由这些差异性比较过后，是不是觉得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大不同呢？你们知道女孩心里在想些什么吗？屌丝们注意了，跟着 Dr. Love 爱爱博士一起来探讨你不懂的女人心吧。 Baby， 嗯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都可以啊，看你啊。那我们吃汉堡吧。汉堡分量太大。那牛排？牛排热量会不会太高？那吃烧烤。哎呦，烧烤每次吃完身上都好臭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随便啊，都可以啊，看你。炒饭。水饺、拉面、麻辣锅、三明治、okay. 水煎包、okay.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铁板烧，炸酱面，没创意。馄饨面呢？不喜欢。凉面，不月经来。葱油饼，不过敏。麻油鸡，
会醉。烤玉米，猪血糕，好黏。那你刚才吃什么呢？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不敢凶我。想知道我想吃什么，慢慢想。你真的知道女友要什么吗？看你的手好哇哦，好嫩哦！平常怎么保养的？洗完澡都会擦乳液。啊，乳液！我喜欢乳液哦。什么时候有空能去你家帮你洗澡啊？对啦，擦乳液啦。哇哦！怎么样？刚刚那个状况是不是常常发生？女朋友都跟你说随便随便吃随便，到底什么是随便？什么都不要出，还不还？吃东西这种小处有什么好吵的呢？哦，教你们怎么用。Baby 啊，嗯，晚上想吃什么呢？都可以啊，看你啊。喜欢吗？蛮喜欢的。生日买给你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用了，干嘛呀、啊？破费，浪费钱。哎，哥，那算了。B B 啊 ，B B B B， 你看，你戴这双鞋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适合我。那好吧，就买这些好了，反正比较没那么贵，啊、嗯。
哎呀，妈，不要，妈的钱，我没在过生日的啦，真的没有关系啊。哎呀，生日礼物吗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好吧，这里。那个，继母说呢，这礼拜天到我们家打运动，好吗？礼拜天，我的。我知道，不过如果志颖呢，他礼拜天来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过，人都热闹嘛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那个志颖说他下午就来，而且他买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可以边打边吃哦。哦，你真的约？对啊，你自己说可以的嘛。哦 ，baby， 你最近有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买什么？比如说包包啊，鞋子啊，鞋子啊，包包啊。当然没有，你那天自己说不要的嘛，生日买给你吗？绝对没买，拜拜。小刚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。好，你这么那么爱就自己吃，你就慢慢吃，慢慢打，我一点都没有生气。嘴巴上说不要，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吗？女生有的时候说好，还说不好，就是说不要，就是要，说要，就是不要。那你说好不好？就是好。喜欢吗？买给你。哎呦，不用啊，付费干嘛呢？不要了，我。哦，继续打扫吧，去，去。告诉你，嘴巴上说不要，但是呢，一看到那条项链，他就笑得这么开心，这说明了他很想要。我的生日没有蛋糕，没有祝福，没有人陪我过。没有礼物，不好意思，早谢小姐。你干嘛？有她的包裹。谁早谢？你才早谢，没有礼貌。是我买的。Happy birthday！ 弟弟，我好幸福啊！好快乐！哎，够了，你干嘛呢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帮你带吧。啊？
坐吧。Ha ha ha ha!